娘，你奶姑家还为上司的事儿生气呢。尤其他仨就是了，就几个破局的来审嘛，他这诚信恶心谁呢？他不就那样吗？走回去。你们先回去。哎，小姑，怎么了？都是那个连麻儿。 大哥的时候跟那么多男人跳舞，真风光啊！铁生的下贱坯子，他竟敢笑话我，笑话我！让我带着机会，一定要好好教训教训他。我跟你说，小郭，过来，你可别告诉别人，我上次看到了。你说的可都是真的。 甜吧，籽儿吃到肚子里会长小树苗。肚子啊，肚子。吐出来。奶，娘。您怎么过来了？秀。奶。奶。娘，干嘛呀？叫什么呢，奶奶？娘。 干啥呢你？哎，奶！怎么了这是？奶，干啥呀你？来，你干嘛呢？奶！娘，这干啥呀你？赚的钱当然得给我了，还没分家呢，你就藏了私房钱，砸了你了！那就分，我赚的钱不可能给你一分。哎哎，好一个混账东西，想分家，好不好？你把我和你爷当私吧。 看看，瞧瞧你们养的好闺女！娘，你消消气，你把儿子们怎么给你来说话呀？娘，你怎么了？妈妈，娘，你消消气，还是个孩子，你们俩还这样？哎，娘，二大娘，娘，二大娘，娘，没事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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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